7月24号，由林书豪旅群篮球联盟主办的名创优品2017林书豪明星赛新闻发布会在深圳旅群体育俱乐部举行。NBA 篮网队华裔球星林书豪、东莞篮球学校校长李群以及各大赞助商代表和来自全国的媒体出席发布会。名创优品2017林书豪明星赛将于7月26号晚上7点半在深圳宝安体育馆举行。本次明星赛以好友对决为主题。林书豪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能够助力公益，并邀请各界明星好友举办一场慈善明星赛，最终共有20位文体明星应邀前来，包括周杰伦、吴建豪、高以翔等娱乐圈大咖，可谓是星光璀璨。通过以球会友、以篮球的名义，把篮球的快乐传递给更多的球迷以及非球迷。书豪也向我们介绍了好友对决的全新玩法。我今年就是我第一次办我自己的明星赛。我以前有参加像在美国 Steve Nash 有一个足球的明星赛，然后我在台湾有参加姚明的篮球明星赛。可是我自己办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玩，因为我邀请很多我的明星的朋友，然后我也可以，我跟李导可以选我们要跟哪一些公益机构collaborate， 然后我们这些全部的钱都是为这些小朋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好玩。然后全部这个篮球比赛的 rules 都是我们自己想到的，比方说粉丝可以投票，然后投票每一节就会加3分这些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在赛后的晚宴上，所有参赛明星都会各自拿出极具收藏价值的物品进行拍卖，为慈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大家好，我是林书豪。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将2017林书豪明星赛与您相约，与您有约，与您相约，与您有约。7月26日，相约中国深圳，期待跟你们见面。